11月20日，谢娜在微博晒出了和吴昕的自拍。照片中，吴昕和谢娜做鬼脸自拍，十分的搞怪可爱。谢娜笑称吴昕给她寄了个破壁机，两人的互动也十分的搞笑有爱。网友们在看到后纷纷表示两人太有爱了。有网友也笑称感觉现在的娜娜好可爱。谢娜在怀孕后一直在家安心养胎，人缘很好的她经常能收到好友们送来的礼物。日前，张杰出席某活动时自曝每晚都会给谢娜讲故事哄她睡觉，孕妈谢娜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。